我哋嘅目的咧，就係為咗紀念我哋嘅一代宗師劉湛師傅。第二個目的就係想希望團結大家，同師弟咧一齊進行啲武術上嘅交流切磋，一齊進步，一齊發展，進一步咧推廣我哋劉湛系嘅武拳，同埋當中嘅武德，弘揚我哋中國武術文化。 其實係除咗強身健體，更重要係上武精神同埋武德仁義禮智信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最值得學習嘅。奉勸嘅元流就智善禅師教紅熙官，紅熙官就六阿彩，六阿彩教黃太，黃太教黃麒英，黃麒英教出咗黃飛鴻。 黃飛鴻又教林西榮，林西榮教劉湛，好感謝劉湛能夠教出咁多好嘅徒弟。劉湛健身同學會已經有60周年啦，希望我哋一路辦落去，感謝大家今日共賞面，各界武林能夠舞獅嚟祝賀，非常感謝你哋，我喺度多謝各位武林前輩。 谁知心醉痴缠，消逝的雨打，走了。